不会被换，主播还在玩家，他应该还是会带。那你没血了呀？看中路，他已经死了。哎，小金，高金，来看我是要憋这个装备的。我靠！没眼了呀！他很多装备都是不平滑的。我点到他那里F6去了。我的眼睛觉得他也是，这辅助的问题啊。就是你要做的狂风。 瞎造街了，死亡的意思。点一个经济上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绕一下。你绕呗。到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哎，这是我的W呢？你的W呢？哎，你W 为什么被没收了？ 不知道啊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先 W 然后再闪的，然后你的 W 直接没了。没有，我距离不够啊，我是距离不够啊，我不可能 W 到他的，啊，他还是死了，这傻逼。啊！枪火不会带来救。挂了，挂了。出 bug 了，我操！我 DC 我 W 主要是过了还也没用啊，你他妈抬呀！伯爵了呀！你给谁开的伯爵啊？好下厉害！我没野，别上。我不会上的。 他们俩去河道了，他们俩去河道了。下河道，上河道。嗯，我怎么没闪？我们后续就没那种。他没闪的，他没闪的，下次是没闪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打打打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卡牌。卡牌没闪，打，随便。 没想到他不是去世，哎，200块，我靠！把龙放了吧，是不？我现在在塔下呀。你把线推了呀。OK。 黑线然后回，他们其实好像也挺健康的，血量。OK， 再推。 4秒可以推完。来了。 你们下路能存线吗？我这不可以往下飞。我已经推完了，这波好像还要逼的，好像。可以存，我要回家了。那算了吧，卡牌六了，马上六了。卡牌六了，没必要飞啊。对他马上六了，看了。不过他这波六不了。看他先攻。看前锋去吧。在盲僧位置存。我只能一千的话。我靠。 今晚解药，我有治疗。哎，他卡，先给队友点信号，如果队友来不了，无所谓。那黄牌打在塔上了呀，问题是，他干嘛呀？他都毙了。他没那么快。哎，我操！你给我泡泡的时候，我应该直接他满血，我就可以上了。我操！泡泡现在没打伤害。感谢刘小佑的亲爹的 bank。 他们俩对线肯定是亏的。嗯，人家这种 ID 是要念出来吗？ 发了钱的，这多少都要念一下了吧？我觉得。对。有点不赚了，这个。我们有先攻啊，这打一套。哎，盲僧，盲僧。快跑，小金！往上闪。 他没一的，你就把我骗死吧！哼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，我只是这么一说。来了，我来了，动手！可以开，可以开！他没闪，他没闪。动手，动手，动手！给我一，给我一，小金！我靠！想办法开！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，他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。他没技能了。啊！我跳这儿了，他死了。来来来，杀我，杀我！
猫咪不让他走。nice。推线笔。他们其实正常的去补刀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知道吧？这一点做的就很好了，这一点我就把那个把那酱油瓶的分你一点。盲僧在这里，盲僧在这里，你推线吧，他们复活应该还能杀。可以。可以放个嗨点的歌吗？林哥，你点直接点歌吧，林哥。你想听什么？不夜 DJ。求佛 DJ 吧，怎么样？哈哈，我靠。看我，来，够，可以看。你听一首求佛 DJ 吧。我伤害够的。等一下，哎呀。等一下。这什么东西走过来了？我靠，怎么有个不明物体走过来了？我靠！妈，有个人来分钱的，我靠！他不分钱，他还要分兵，我靠，还要抢兵。好准是吧？没把一层塔皮的时候，对啊，没把剩一层塔皮，就可以把这个卡牌秒了。哇！卡牌感觉成猪了。我靠！我这波拿了。哎，我耳朵好疼啊！我操！你就说今天打到几点吧？猜不了，走。熬夜好像是会耳朵疼。你戴的什么耳机？戴多了呀，耳朵疼。你是耳，你是老公练一下18滴血不想 A 了。你走了，我们 A 的还痛一点。对呀、啊。对啊。你就再跟，然后我再回来就行了。他还在分钱，他妈的！我靠，真有你的。这个团队不是我们下路，我说实话，不是我们下路是只能他们俩一起吃啊，队友不能分的。你不 A 就算了，你逛了一圈过来，这个是装备经济是绝对没有好的，知道吧？这就不行。这个团队里面的蛀虫不止一条。如果我能先手把这个蓝图做出来，那我们下路能掌握主攻。有人开车了，阿仙做的鞋子。也行吧，可能前面大家厉害一点，前面大家拉扯。这个老司机怎么这么肉啊？哎，顶不住了。顶不住了。我跳了。哇！德林没闪，记了，我操！记不了。等我个 W， 别急。我没血了 ，W 他一下，我可以秒他。撞他呀！慌，哎。我撞墙了，来搞一下，你搞一下，这肯定要搞一下吧。铁川就是坐牢是吧？坐牢的那个铁门呐、啊，铁创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都好多人，后面好多人踢了，你们顶住啊！我马上到，我在路上，降皮他要创你。我来啦！我还有四秒，他就得死。打都打不动，我靠！小军来点技能，来不了，打不动了，快跑！舞女泪吗？感谢流水的亲爹，谢谢流水的亲爹的钻粉呀！
谢刘星的充电。刘星好大气啊！猪哥在笑什么？猪哥，猪哥不羡慕吗？猪哥，啊，我不羡慕啊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我。谢谢刘星的充电，谢谢好兄弟。江西有没有面吧？我记得有个什么 IP 叫什么？叫什么来着？他们那个人呢？对了对了。没办法，呀！你有没有编一下？不是真有，编个有攻击力的，就想吧。